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经文但是今天的经文是一般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不太好。但是呢，我在想好不好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这是真理，那我们就真的要去用心去领受。因为这个世界我们活的年纪越大，我们就越清楚这个世界不是以我们的喜好为转移的，这个世界真的是按照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常常讲，如果一个人太任性，那大概率就是第一他比较年轻，要么就是他岁数不小了，但是经历的事儿比较少。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的年龄，经历一些事情都不会任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以我们的喜好为中心的。所以今天你喜欢你不喜欢，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事情，就是人生有苦难就是人生苦难。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苦难呢，我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挺好的。对，那这么说也只能表明你年轻，因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现在河东的但是早晚，英文叫 sooner or later， 早晚你就会到河西了当然我们也让这些在河西的人有盼望，虽然你从一生下来就在河西呢，但是 sooner or later 你在河东呢。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前面有个标题，如果我们版本一样的话，他说保罗做使徒所受的啥患难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我受苦是因为我信的不好，是吧？吴越，有一天我如果像王牧师信那么好，我就不遭难了，是不是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这种想法不要改变就是这种想法会把你这个叫什么误打误撞让你有一天也当牧师，等你当了牧师了，你就会发现信的好的也没好到哪儿去，那个苦难更大。所以今天我常常遇到一些可爱的弟兄姐妹说牧师我没有信心是不是有一天像你一样有信心了就不受苦了我就笑一笑，我说是的是吧。所以今天我想跟你说你要是那个聪明的你就不要听我讲的，你要笨的你一定要信我说的听懂了吧？所以哎 ,OK, 可以没事没事，这儿不可以躺着吗我们考虑刚强的也要考虑软弱的所以保罗做使徒所受的患难保罗所受的患难。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其实一个人如果不能理解别人，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说他吃的苦还少。一个人吃苦多了并且在苦难中很重要，在苦难中有恩典，他就会能理解别人。所以中国话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那有的人熬成婆婆了就对儿媳妇特别好，但有的人熬成婆婆了就也熬成恶婆婆了，那就说明他两个都吃苦。因为你想这个没结婚的是最幸福的所以这个我们现在鼓励这个没结婚就把孩子生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幸福的。因为你上面有个婆婆其实挺遭罪的，其实好婆婆不多，我们必须承认好婆婆不多。但是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想，那我们谁刚当媳妇儿都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身边的人对你好的话，等有一天你当婆婆了你就会对别人好一点如果你这个当媳妇儿的时候吃了苦，当婆婆的时候对别人不好，前面的苦白吃了，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就像安祖刚来美国的时候你去律所给人家当助理那这个领导骂你很正常，因为你不会嘛，很多事情你不会。但是有一天你现在当 team leader 了，你现在也骂别人，那就说明你前面那个骂白骂了。所以 Andrew 我这个正好 Andrew 在，我也劝 Andrew 两句。这个刚才这个 Vivian 问你一句话说卸货前卸货后的对比，是不是卸货前更舒服对吧这个卸了货就是比以前麻烦了，但是我告诉你还是要赶，为啥呢？等它大了更麻烦现在只需要管饭
对吧？以后还得斗智斗勇啊，对对吧？你是不是？所以今天你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我在想，所以那你如果现在都最好的时候，对，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没错，还是好时候。现在还是好时候，你有时候一想，哎呀，现在喂饱了不就没事了吗？你以后你喂饱了，啊，还有事儿啊。啊，所以你女儿属于听那阵儿吧。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在想，就是我们这一生，恩典和苦难相伴相随。对，有没有恩典？肯定有恩典，没恩典活不到今天。有没有苦难？有啊，所以连耶稣自己都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对吧？这个安州是我们这里面圣经最熟的，你应该知道。你们在世有苦难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跟你信的好信的坏没有关系，你可能信的好，你的苦难还更大了呢啊，你的苦难更大了呢。那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苦难把我们的生命练得完全，我们练得完全啊，所以这也是我常常讲的，我们所有的成长都是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的。都是从我们错误中的，所以我们如果把一件事做得好，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把它做得好的。如果我们一件事做得不好，我们经过反思，我们以后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以后不让沐浴碰牛排，那这辈子就定格了啊，就是咸牛排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继续让沐浴做牛排。我敢保证牛排是越做越好，你同意吗？对啊，所以他就会反思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说在我们的教会是允许犯错误的啊，但是允许犯错误前提是你把心给神，你的心是希望教会好，你懂吗？所以我昨天我跟一个人讲话，我说有些人就不要理他了啊，因为他的心不对，你懂吗？他的心是要替天行道，是觉得要这个上帝都没把牧师管理好，他要替上帝管牧师，你知道吗？这个心态不对，那这样的人你不犯错误我也把你撵走，你懂吗？但是今天反过来，你把心给主，你希望这个教会好，你犯错误我也给你机会，然后我也给你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恰恰是从错误中成长出来的啊，成长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大段的经文讲他的苦难，并不是要像祥林嫂一样博得大家的同情，而是相反鼓励大家，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那我们真正有信心的人，我们就要积极的去面对啊，积极的去面对。所以我常常讲的，不去抱怨是有前提的。如果你能面对苦难，你能拥抱苦难，你才能做到不抱怨，否则怎么样还是抱怨。啊，所以保罗说，我再说，我以前已经说过了，让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作愚妄的，纵然如此啊，就算我是愚妄的，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要接纳啊，叫接纳。所以在这里面，一个关键词叫接纳。所以啊，牧师跟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跟牧师的那个 foundation 是信任跟接纳。是信任和接纳。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人是完人啊，牧师也没有完全的，那基督徒也没有完全的，但是牧师跟基督徒在一起，大家成为一个教会，那一个 foundation 是信任和接纳，信任和接纳。所以保罗说啊，有人不懂我，有人看不懂我，有人把我当做这个疯子，把我当做精神病啊，当然首先我不是疯子，我也不是精神病，但是就算我是疯子，就算我是精神病，那你们也要怎么样接纳我，接纳我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在想，就是我们这个整整这个用了三年的时间啊，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我们这个团队，所以在我自己我能感受到，在这个团队里面我是被接纳的啊。当然啊，我也在努力的去接纳你们啊，去接纳你们。那我想
这个是我们教会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个安卓也见过，你们都见过了吗？我孙林也好，二弟也好啊，孙林也好，二弟也好。所以我讲的话无论对和错，他们先接纳我这个人，然后对的他们去执行，不对的他们也懂得跟我去沟通，跟我去沟通啊。所以这个信任跟接纳是一个非常重要，家庭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有的人这个日子就能过下去，日子能过下去。今天在我家聚会的这些家长，我也简单给他们做了一点婚姻辅导。日子能过下去不代表这男的好，不代表这女的好，代表人家有沟通，把事儿能处理掉。那日子不能过下去也不代表人坏，你懂吗？但是的确我们在沟通上，在互动上，在建立信任和接纳上，我们是还是做得不够好啊，这不好。所以我自己在想，就是我跟Vivian我们都深入的探讨过出轨这个问题。出轨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出轨那个人犯错了，但是我们细究那个所谓的受害者，先是害人精，我这样讲都是加引号的，不要听字面，要明白我们的那个，要明白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深层含义。对，深层含义。对，所以一定是我们一方，我们做了什么？当然，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小的让人家不舒服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双方没有沟通，自己又没有意识到，导致对方可能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找安慰去了。这一寻找安慰，就把事情性质给变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去想，我们在东北的时候，经常有老实人杀人，你们应该听过吧？老实人杀人，所以被杀的人是受害者。No， 被杀的人是个害人精。那詹妮老实，我们就欺负詹妮啊，詹妮也不敢吱声。你说牛排做那么咸也得吃，你知道吗？啊，还得带头吃，还得边吃边讲笑话，容易吗？啊，所以这哪一天这律所也出问题了，这身体也出问题了，这都怨你，刀子拿出来了，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非常清楚，就是你我们从法律讲啊，他杀人犯啊，但是那被杀的人要承担责任。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讲出轨是这样，这个单位里面那个纠纷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然后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在想，一个好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些想要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别人的人，你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功就是心胸要宽广，格局要大啊，格局要大啊。所以尽量去理解别人，然后呢尽量去给别人空间，即便别人犯错误啊。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当做愚妄的啊，就算我是这个笨的傻的蠢的，你们也要把我当做笨的傻的去接纳啊，然后我就可以在你们面前正常的讲话了。而且我今天要讲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欲望人自夸啊。所以这个只是一种说法，就是说保罗说这个圣经里面，所以这有一个问题了，脑筋急转弯，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吗？嗯，不完全是。对，嗯，那你看圣经里面也记载撒旦讲的话，对不对？那就不是神说的话嘛。所以那保罗讲的话大部分是神感动他，对啊，是神借着他说话，就像我们传圣旨一样，对，对吧？这个，但是有一些是保罗他自己的理解，他在这写，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区别。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多祷告啊，多祷告。因为那个你的那个新招那个工人 Mandy，现在学圣经的，嗯嗯，是吗？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学圣经，因为越学越糊涂。你学最后学的都是字句，嗯，学的都是表面的，嗯，你要理解。他说咋理解？不学咋理解？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啊！我那天跟他讲话的时候，突然对这个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更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你读不懂，一般人就把它放那了，对不对？你读不懂，一般人就把它放那了。但是你读不懂还读，就说明你想认识神，嗯，因为你想认识神，感动了谁呀？神是感动神了。所以那个灵光乍现的，哎，你一读就懂了。所以你读一遍不懂，
别说你读一遍，我读一遍也不懂啊。嗯，别读一遍，读两遍我也不懂。但是我读不懂，很多人就怎么样，就放了。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现状啊。读一读，读不懂就放到这，读不读。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抄经呢？因为抄跟读没关系了，你就抄就行了啊。所以你书读呗。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要学，哎，大家还很认真的，那个在那学呢，还记笔记呢。我说我都当牧师了，我还没有笔记呢。我说你这笔记记得比我好。我说你这很容易跑偏的。然后我说很好，我说你就是每一天，你这个跟上帝祷告祷告，而且祷告其实最简单，放松，啊，先别想着你要啥，圣经都说了，你要啥上帝知道是不知道？知道，放松，等放松下来，你内心就开始有感动了，有感动的时候说啥都行，说啥都行，因为重点不是你要告诉上帝啥，上帝啥知道，重点是上帝也希望跟你交流，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今天。祷告的精髓是放松，然后顺着内心的感触去讲，而不是说，哎呀，这个我现在要有个身份，我现在要一个工作，好，我现在要一笔钱，你求啊，这是给低级的人讲的。今天我们讲高级的，你不需要求啊，你就是把你这些啊内心深处一些感受跟上帝讲，而你需要的，上帝怎么样，都会给你。不单知道，还觉得会给你，所以这是祷告的精髓。读经的精髓呢，就是读不懂也读啊，读不懂也读。所以中国有个词叫“囫囵吞枣”，囫囵吞枣，就是你就把它吃进去。口吃三百首，不会读来也会吟。没错，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一些东西，让小孩那个45经就是读啊背啊读啊背啊读呀、啊、背呀、啊，这个其实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圣经播放器啊，赞美诗啊，安排啊，小孩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面熏陶，所以我们家孩子比较安静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氛围，整个家庭的氛围啊，所以今天那个你的律所如果有背景音乐的话，小音箱，我们有很多网上都有那个没有歌词的那些赞美诗嘛，你就放这个潜移默化的，因为。就好像就是女人敏感，薇薇安上我家，哟，好香啊！别人送我们一个那个香在那个在门口，我是男的，我天天闻，我闻不着，他一闻就闻到了。同样，赞美诗在那放着，那个灵啊，有的人灵很敏锐的，他就能感受到那个 peace， 那个 joy， 那个 power， 那个 strength， 你懂吧？所以人就来很舒服。所以有些地方你看你一去就很躁动。有的地方你去就很安静，那是怎么来的？就是你自己这些人给那个气场赋予的一种形态啊。所以多放赞美诗，多放圣经的朗读啊。所以我们讲到刚才讲到祷告的那个秘诀，现在我在讲是什么秘诀？我现在讲的是这个读经的秘诀，你就读，甚至你去抄，然后慢慢的就融会贯通。啊，融会贯通了，所以我今天我就跟曼妮讲，我说你就没事就看，看不懂往前看，看一遍回头再看一遍，对啊，而且我对他们这些刚开始的也不用看整本，就看真言，对，去看真言看个几遍以后，就转到那个福音书，基本上来回交叉以后，把这个就像打盖房打桩一样，把这几个桩子打下去以后。再去辐射其他经书，我现在讲你们知道了吧？哎，箴言啊，箴言，因为箴言离我们生活最近嘛，啊，为人处事，箴言你看几遍看几遍，然后看福音书，啊，福音书看完了，这几个桩子就打结实了，啊，地基就打牢了，这时候再辐射往其他经书上去看，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保罗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不是奉主命说的。所以今天圣经你要学麻烦了，因为我那天讲一句话，我觉得挺经典的，我再讲一遍。他说这个没有体系，我说，曼迪啊，他说不学没有体系，自己看没有体系。我说，魏总看你一眼，基本就知道你啥样了。我说，可是你今天你还不懂魏总，对吧？我说同样的，上帝看你看得一清二白，你看不懂上帝，
所以我们从人的角度看神永远是没有逻辑的，嗯，因为上帝的做法你无法理解，对，但就是没有逻辑嘛，嗯，所谓逻辑是我理解，嗯，你不理解就是没有逻辑，对，对不对，嗯，所以今天我就讲几件事，一个是童女生孩子怀孕生，对吧，嗯，第二死里不活，嗯，你只要是基督教，嗯，你必须去相信的，你无法相信，嗯，你无法接受，嗯，你懂我在讲什么，嗯，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讲，就是因为上帝太大了，我们太小了，我们去学上帝太难了，学不了，跳跃的，你只有去接受他，你懂吗？所以今天他说他没有体系，我说有体系的全是邪教，我都可以下结论的，邪教的学习是非常有体系的，基督教就是没有体系的，因为基督教是 organic， 神是啥样咱就是啥样，我知道你不能理解，但我也得这么讲啊，我不能因为你不能理解我说哎呀其实是有个男的，完了这圣经没写，完了我你这回你理解了，但这不是真理，你懂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邪教他就让你理解了，但是他已经不是真理了，真理就是你不理解，但是怎么样我还得讲阿们吗，嗯，阿们。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不懂那就对了，你看懂反而就不对了，你学不明白那就对了，你学明白反而就有问题了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教会没办法业绩考核，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把考核标准再定出来呢，你说我怎么考核你们，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啊？所以最后我们就采取一个模糊的考核，把心给神啊！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在想，保罗说啊，这个我说话不是奉主命说的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些话真的就是上帝直接说的，有些话真的是上帝借着人直接说的，这是100%上帝的话。但即便如此，你也要去领受，在神的光照下，明白神说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啊？你看这个，也是保罗他解释上帝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旧约里面神说的：“牛在场上，不要拢住他的嘴。”嗯，安主知道吧？这句话我们所有人就觉得，哎，这个牵牛干活的时候，不要把他嘴给他绑上，那么让他一边干活一边吃，你知道吧？啊，那保罗咔就给这段经文解释了，说这些像我们这些神职人员，就得你们给我捐钱，你懂吗？因为牛在场上不能拢着嘴，你得让牛有吃有喝啊。当然了，这个咸牛排也算吃也算喝，哎，我也很感恩，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想讲，就是说那神讲的话，牛在场上不可以拢他的嘴，但是保罗给他解释了，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还有耶稣解释那这个大卫吃什么陈设饼，对吧？所以大卫吃陈设饼这个事情被圣经记载了，因为耶稣时代的旧约已经完成了记载了，所以这个耶稣就说，哎，大卫吃陈设饼你们是不是都读过呀，啊，所以大卫吃陈设饼读过。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耶稣自己，他们在解经的时候都是有一个更高的角度啊。所以只有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灵才会被提升的，才会被提升的。所以没事唱唱赞美诗啊，特别像 Lucy 现在不身体不舒服吗，你唱唱赞美诗，祷告祷告，唱唱赞美诗，祷告祷告，你就会发现不但你身体好了，你的灵也起来了，你的灵也起来了啊。所以这方面 Vivian 应该是更有体会啊。 OK， 所以当我们灵起来了，我们再来看神的话，那个就被打开了啊，就被打开了。所以中国讲无师自通啊。我自己为什么我讲到不打稿，原因很简单，我打稿不打稿都一样，因为我打稿你们也不听，我不打稿你们也不听，我说的不听是你们根本没听到心里去，因为不是你们不往心里去听，因为能听到心里去的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所以我所做的事情，第一我就每一天祷告，每一天祷告为你们祷告，第二件事在我讲的时候啊，因为神的同在，借着我的讲圣灵就光照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见过好多
包括我自己，包括你去听别的牧师讲到，如果你就特别像 Mandy 那样的盯着他的每个字每个句，这一场道讲完了你没听到什么，嗯，但是有的时候你放松下来，甚至有的时候人家讲的英文或者人家讲的话我们听不太懂，但是就好像突然有一个事我一下就明白了，对，对吧，这个就叫灵光乍现啊，这个就叫无师自通啊。所以今天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啊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你们有一天你们对圣经理解特别好了，然后你们出去你们就去讲的时候，别人问你跟谁学的，你就说没人教我，我不会骂你们没良心的，我会给你鼓掌的。你要说这是王牧师教的，我都觉得有点危险，你知道吗？你们懂我在讲啥吗？我不是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所以今天我自己我非常清楚，我也教不出来学生，我也不是别人教出来的学生，同意吗？但是我愿意陪伴你们成长啊，在过程当中啊，你们看见我做的事情你们也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你们自己去体会去感受。所以Vivian 你们接触Vivian 不行，安卓也有体会吧，这次我们中国来的团队，那你孙林也好，崔娟也好，吴冬雪也好，这一帮人你会发现每个人不一样，你知道这个师傅带徒弟有两种，一种是一模一样，我们东华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有共同点，是吧？所以中国也讲嘛，一个是神似，一个是形似。很多人就做表面文章，形似啊，大家都一样，但是可能各怀鬼胎。但是我们呢，是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神似。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自己在想，今天啊，我们教会以前是这样的，以后更是这样。我们就希望我尊重每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神造的就不一样。但是神又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同感一灵。OK， 所以那我们来看，这就是见证嘛，这就是见证。我在想，以后他要听你声音，你一见他，他就会笑了。这就是见证。所以这里头就一直听的牧师，对，是，没错，听着熟悉。他没来，我先给他在肚子里铺的床嘛，这个。我给他在肚子里铺的床，你不知道？在肚子里铺的床，在肚子里铺的床，那维远知道。等回头维远给你解释。这个是收费项目，你要铺我也给你铺。啊。我们也铺一个。这得自己预验。啊，我那个当时有点强买强卖了，就主动赠送。就还有一个小听众。所以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所以今天那些不懂的人不明白的人都在那咔咔讲的，所以我们懂的人我们明白的人我也要讲，我也要讲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鼓励弟兄鼓励姐妹一定要敢讲，一定要敢讲啊，不要怕。哎呀，我经常遇到一些人，就是我这么讲，我们这些讲晨祷的人现在一个一个拎出来都不错，但是每一个我喊他，我说哎，下周你开始讲晨祷，哎呀不行，不是我圣经不熟，你懂吧？那今天你不熟，你啥时候能熟？你不讲永远不熟，是，对吧？对，所以下一次你把牛排往这一摆，沐浴腿嘚瑟，哎呀我可不能再碰牛排了，你知道吧？你不碰你永远弄不好，没错，下次你抢还踹，没错，对你抢，别动，这还得让我来啊。所以今天是一个道理，所以我将他们讲，你讲的不好你也讲，讲的不好讲，最重要的是心，我讲了吧，对啊，就是心，你愿意把这个最内心最深处的一些理解讲出来。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讲到比我十年前好，甚至比我二十年前好，那都没法比，但是我二年的讲到也不差，为什么？因为我在用心讲，我懂得少，但是我100%拿出来。二十年后我懂得多了，我还是100%拿出来。我以为你就拿出一半了，心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沐浴绝对应该重点培养，因为这100%把盐都给糊上了，还是听是吧？啊，100%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的就是，我要的就是不是你懂多少，我要的是你100%，要你懂了。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对有些人不满意呢？
有人说牧师，我现在挣的钱少，我就不捐，等我全都在捐完了。我告诉你，那钱少不捐，等全都更不捐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那些跟我讲了，我现在挣的钱少，我等我全都在捐的。我告诉你，你现在明白了吧？所以你一讲话，我就知道那大姐咱不是一伙人，你拜拜吧，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你挣两块钱，你就给我两毛钱，我百分之百要。没错啊，你对不对？啊，我百分之百要。啊，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要的不是你的2000，不要这是你的20000，我要你的是你的100%，我要你的100%啊！你就把你的100%拿出来，我们是要的，哎，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们就想，所以我在选人讲晨祷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追求主，愿意更多认识主，他愿意传福音给别人，让更多人明白，就够了，就够了。至于他圣经熟不熟啊，那个李佳是最典型的，李佳圣经很不熟，信主时间并不长，那我也让他讲，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圣经就比同龄的很快就熟了嘛，啊，所以现在我一让那个打圣经，他很快就把圣经找到就打上来了，啊，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在想啊，我们这个智慧同样适用于做领导，这个智慧同样适用于做父母，好多人不会做父母，今天我们这核桃家长会嘛，哎，这所有的这些家长都感觉特别好，我就给他讲了几个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层窗户纸，点破了就好了，嗯，好吧，对，那个我们是，啊，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个 ，Lucy 帮我记一下，啊，讲到18节，我们下周讲19节，我们就先去讲这儿。我们不讲太长，因为那个 Jenny 已经醒了啊，我就不讲了，趁着他醒赶紧让他开车走，别等会儿这个，对啊，别等着，哎，别等着，等一会儿我那个又给讲睡着了，这又得打五分啊，所以我看他醒了，我们就讲完了，差不多了，我们先来祷告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啊，这我们教会这个没有时间，要你也可以说我们教会没有时间观念，也说我们教会有时间观念，只要把大家讲醒了，我们就可以收工了。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这人家说咱是假教会，我一点不反驳，你知道吗？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我们一起来祷告。